身体随着体相及热能不足的影响，不是走向疾病就是走向衰老。那如何来决定它是疾病或它是衰老呢？就是看它身体有没有症状，如果有那就是疾病，如果没有就是属衰老。那接下来我们这一段很明显就是一定有症状，那所以我们说身体出现症状或是用仪器检查出体内有组织受损，那这个都是属疾病。这里的疾病简单讲就是有没有症状。那原始点跟中医其实都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的，跟西医是不一样。西医一定是要检查体内，检查不外就是异常形态、异常指数，还有一个组织受损。那属于疾病的就是指组织受损，至于异常形态跟异常指数，它是属于衰老败坏的现象，因为它既非症也非状，要看老跟病，就是看它有没有症状。所以我们把西医的检查也把它分开，这样来看，唯一属于疾病的就是组织受损。那身体有出现症状，那当然就是疾病了。之前一般症状是没有分的，中医也是没有分。反正症也称为症状，状也称为症状，它一概都称为症状。那原始点认为这个有关系，症跟状是不一样的。第一个要分的原因就是把症跟状分开，那就可以看出它们有不同的体相位置。状多属患处体相所致嘛。那症要看，因为它有三种，我们把症进一步再分，症有不适感。这个不适感列了很多，疼痛酸麻痒，这个多属他处体相所致。那另外下一个就是功能混乱，也举了很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就不再多念。那这个有可能是患处体相或是他处体相所致，这两种可能都有。那要怎么判断呢？要按推才知道，按推有效就称为他处体相，没有立即有效就称为患处体相。那第三个是什么呀？体力虚弱的病症。那这里也列了很多，那一看就可以，体力虚弱病症一看就看得出来的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熟读，以后看到这些症状，你一看到，这个就是多属患处体相所致。那患处体相，你如果要看他如果有这些体力虚弱，他就是重病了，所以这一条特别重要。那重病一定不能先按推哦，一定要先以热源为主，然后按推为辅。如果他没有这一条，比如说功能混乱，也可能是他处也可能患处，那因为他体力还不错，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靠按推。但有了这一条，有了这样的病症出现，你最好是先温敷，温敷完再来按推，所以这一条也是变成一个辨证的很重要，也就是有就是重病，没有就是轻重症。那分出疾病的轻重，它就可以就是决定我们按推以热源以何者为主，到底是要以先以热源为主还是先以按推为主。所以疾病的轻重它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诊断依据。状很明显我们指的就是伤口跟皮肤病，这里举了很多，那伤口我们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比如破皮流血啦、怒疮啦，这些一看就知道，甚至溃烂啦，那马上就知道，这些都是属于组织受损。那如果以西医检查的，当然后面会讲到还有脑出血呢，甚至脑梗，那也可以把它归到状的组织受损。好，那这里还举的眼睛就可以看得到的，还有什么青春痘啦、牛皮癣啦、甚至湿疹啦，这一类都是属于，那这个是属患处体相所致，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前面的这些症跟状，我们都是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。然后看得出来之后，之所以要分类，就是为了第一个要指出它的体相位置。简单的讲，刚刚很多人问啊，
背痛啦、啊，或是哦哪里不舒服啦、啊，然后脑梗啦、啊，有一些症状哦，背部，比如说他呼吸困难啦、啊，胸闷啦、啊，去按推，结果没有找到痛点，结果症状还在，所以志工就回答了，这个很显然就是痛多属他处体相嘛，我们刚刚才念过，既然他处体相一定就是在他处有压痛点，那这个压痛点可能在深层。他没有按到，或是他的位置按推不够精准，那这个都会错过，然后本来可以按推立刻缓解的就变成不能缓解。所以简单讲，把它分类之后就起了一个指导作用。好，西医检查出体内有气胸、骨折、肌腱断裂、脑溢血，甚至脑梗啊、胃出血啊、胃溃疡发炎粘连，与原始点的状一看就知道，看这些影片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属患处体相所致。那患处体相你还是要按推大开关，然后再来找小开关，就是你心里要有数，可能不止只有按推大开关，还可能要在患处找患处的压痛点，然后再温敷患处，大面积的温敷，比如脑出血或脑梗，我常常会建议患者把头发理掉，整个涂姜粉泥，然后甚至涂完然后来回三次，然后还要戴浴帽，然后让热能够渗透进去，然后如果不够甚至外面还要戴帽子，红豆戴帽，让热源可以进去，类似这样。那我们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如果是重病就以温敷为主，那如果轻重症一般到脑溢血那个都是很严重，那我们就以热源为主，按推为辅。如果胃出血未必有，胃出血有时候是没有症状，是有些人看到大便黑黑的就知道他是胃出血，或是有些人是西医检查的，那如果看就是看大便黑，有时候也可以推测一下。好，那这些西医检查出来的我们一看就知道，也没有什么高深处嘛，因为身体看得到的东西不外就是老跟病，只有这两种，那你写的那么多病名就是代表一个病而已啊，就是组织受损嘛，体表的组织受损也列了很多啊，青春痘啊、牛皮癣啊、溃疡啊、溃烂啊，这些都是属于嘛，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属患处体相所致。然后最重要就是因乙状的体表组织受损相同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病而不是老，那马上就可以诊断出来。